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性格这么温和的哥都不砍我的。挺好。他好像一刀没漏吗？十九的，二十，其实也就差了五刀，还行吧。哎，吃药 ，OK，AQ 推线，哎一下，你别搞啊，哥们没 W 了啊，谢谢。换也谁也不怕谁呀、啊，都是布甲鞋。嘿，这不他知道要砍我了。我的炮车，哎呦！直接闪现吧，不然我要追不上。我这个走位可以吧？直接把他斧都扭掉了。我假装要往那边走，家伙一下就上当。
他这波硬拆就很亏了呀，这上塔三层我都能吃。走吧，那我安心拆塔吧。哎呦，真有大聪明，还有高手。稍微躲一下技能就好了。哎，你撞他呀！我操，你在干什么？拆的也太快了吧，三个超虫。打大龙吧，别追了。我很脆呀、啊，我这个扛不住伤害的，我被控就秒了。稳健的话是往后移好一点。你别看我三千血，这什么卡莎、杰斯面前就是玩具。这波回家补完装备都是玩具，哪有肉能扛住啊？可以的，队友们，少了我都能打赢，那有我在不随便打，太远了，我这波去不了。啊，这人头居然是我的。
沙皇，难道说你要？没事，我帮你拦住他们，我帮你挡。这盲僧会不会踢呀、啊？你这踢怎么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，兄弟？这么多输出呢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